各位早晨，欢迎你嚟参加北约恩典福音堂粤语堂嘅网上敬拜。喺我哋开始之前，我哋首先介绍今日嘅程序：诗歌《黄雷慧真姊妹》，祈祷霍少琪执事，读经汪良美晶姊妹，信息张家齐牧师，主席李建国牧师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耶和华本为善，要歌颂他的名，因为这是美好的。我要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开始我们今日的崇拜聚会。请大家起立安静，因为上主在圣殿中。上主更在他的圣殿，上主甘在他的圣殿中，万国的人当肃静，万国的人在主前当肃坐。以下是敬拜赞美的时间，让我们开口唱，跟着唱，同心的一同赞美我们的神。